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白露。然后今天想着要给你们录一个化妆视频，所以我连美颜都没有开，这是我最真实的素颜，就是最真实的黑眼圈，看快掉到下巴了。首先，我是个动手废，我完全不会化妆，就是大家多多担待。对，那我开始了，我先喷点水。怎么来着？我化妆的第一步就是先遮黑眼圈。我这黑眼圈就是比较的深厚，必须要用橙色来盖。我是看镜子还是看这个？看镜子吗？看到吗？我为什么会问你们看不看到？我自己一个人在录视频。天哪，怎么还这么丑？还这么丑！作为一个女演员，我真的非常的不会化妆。是好了很多。我干嘛来着？粉底，然后不能看见牌子。我用的这个是气垫，因为我其实是有粉底的，但是我因为是个懒人，然后我买的刷子我可能也不知道咋买的，就是瞎买的。刷粉底到脸上的话，就是会看着很奇怪。这气垫是个很方便的东西，基本上现在就是用它来上妆。我现在上完底了，然后我还是要再用另外一个遮瑕再遮一下黑眼圈。完美，好尬的一个化妆视频。我个人喜好是这样啊，就是打完底我会喷一下水，然后等它干了之后我就定妆，用散粉定妆。现在可以定妆啦。然后接下来画眼影，我真的是瞎化妆。我感觉被打了一样。还行吧。瞎画了。然后这些剩下来的眼影呢，打一下阴影，打一下鼻影。完了，中了。什么来着？夹一下睫毛。我忘了，等一下，我会拿比较深一点的眼影，然后就是画一条眼线，因为我的属于有点内双的眼睛，如果我用眼线笔或眼线液画的话，就很可能会晕妆。有了吧？应该有。然后就是睫毛膏，我上次在香港机场买的，据说是很好用。妈妈。我一般下睫毛是不会刷的，也是因为会晕妆的原因。干嘛来着？腮红。对。天哪，涂多了。然后就是特饮。我真的是瞎画的，我可能拍完这个化妆视频会掉粉吧。口红，就是对，这一支就是上次我在香港买热纹色。有点深了，天哪，这个化妆视频好失败啊，怎么办？哪里怪怪的？口红太深了吗？还是太深了？太深了，我得卸掉。天哪，好奇怪哦。天哪，这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失败的化妆视频。什么颜色呢？我说我忘了什么，忘了画眉毛。天哪，我都感觉缺了点什么。OK 啦，是不是 OK 了？好像是。这个就是我今天化的妆，
然后这个前置真的是非常的写实了，对，然后算是一个送给你们的福利，希望你们可以喜欢，我爱你们，拜拜。